嗨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晚上好，我好饿啊，现在肚子空空。准备现在先播大概20多分钟，20分钟，然后一会儿先把那个吃的做了，吃东西，完了之后可能很晚的时候会再播吧。所以我估计很晚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要休息了，我现在先播一下。我晚的时候就不学习了，就不说话了，这样子，因为我晚上那会儿睡觉了。明天不做核酸，只是我今天睡太多了。谢谢，谢谢12宝的奶茶，谢谢荧光棒。有个毛翘起来。谢谢荧光棒。我睡了有9个小时，10个小时吧。这是两觉加在一起。被自己的睡眠给吓到，怎么这么能睡？不是说睡10个小时就是比较好吗？所以我觉得能睡10个小时也就睡10个小时。好像最好的时间是8个小时，但是我觉得10个小时对我可能比较好，因为我可能是那种比较需要觉比较多的人。我昨天是不是说我要唱 rap？但我会的 rap 我都唱完了呀。没有什么新的 rap。午睡不要超过1小时。哦，哎，确实，我们那个，我初中是全日制的，然后他那个午睡的时间就是1个小时，满打满算1个小时。一般来说也不会睡够1个小时，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吧。哇！我今天拿那个刀，我一开始拿那个刀刃去剁鸡腿，我好心疼。剁了一下，我就，我的宝贝刀刀，然后我就拿刀背去砍了，刀背去砍那个叫什么？就那个骨头的那个把手那里。我觉得午睡还是挺好的，对，小刀剁不动，所以我其实就稍微拿刀背。砍了一下，那个声音就感觉隔壁可能又装修了。砍了一下，然后我就拿那个什么，刀就沿着那个骨头划了。去骨其实也还挺简单的嘞。我家做饭都是那种大菜刀，就那种长方形的。我自己的话，我自己好像买的都是那种小刀，就那种长得好看的刀。我之前在那边，在重庆那边买的那把刀也是，上面有一个猫咪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我就买了。那我现在不能去看直播呀，我现在在直播呀。直播看直播，套娃，谢谢巧克力。
我觉得我那个草莓刀那么大的刀就够用了。我看一下我还有什么 rap。我搜一下楠姐。厨艺见长，哎，但其实今天早上做的那个炒面，我生抽放多了，很咸。完猛灌半瓶阿萨姆奶，这个之前唱过。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我要改。这个，我生抽和醋放多了，而且我一开始煮面的时候，我没有拿白水煮，我是放了那个粉包和酱包的，然后我准备下次在炒面的时候把粉包和酱包留在炒的那一步。我们好的厨师就是要学会总结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应该不会很会做菜，我之前希望就是和我一起住的人是一个很会做菜的就可以了，结果现在我变成了那个人，我也真的挺喜欢做菜的吧。对啊，我厨艺也是养成。我厨艺一开始真的非常的可怕，非常糟糕。但谁没有过那种时候呢？就是人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拿菜刀，就会给鸡肉去骨吧？诶，怎么突然？哦。轻轻唱一下这个，先唱抒情一点。问题我要该向谁证明？我终于感到来自世界的原因。还有多久还剩下多少的勇气？Don't be afraid，我会一直陪彩色的鞋带，突然锻炼，那就买条新的。贫民窟的废墟里面，也许就藏着金子。命运是主人，你我都是往来的宾客。如果你觉得不幸，接下来请仔细听着。我和你一样，曾遭受校园和网络暴力，也曾经写下日记，吐槽过你的教育。只有音乐和游戏，才是我的兴奋剂。痛苦和泪水，填满了我整个青春期。我无法控制我自己，脾气越来越差，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和爸爸妈妈吵架。学校里流传着关于我的各种。种争议，说我是问题少女，没人关心我是否生病，以为我矫情，吐槽我天生敏感多疑，我只能休学，无法跟他们一一说明。当吃了药，就算是白天也会昏厄睡去，当夜晚惊醒，又开始漫长的哭泣。来自世界的恶意，还有多久还剩下多少的勇气？Don't be afraid，我会一直陪你。我无法给你月亮，也不能送你星星。对你来讲，我只是播放器里的声音。我无法穿越屏幕，在夜里把你紧紧拥抱，但我能听见你心里发出的求救信号。我知道你也想要变好，和从前一样，在陪妈妈散步，你们曾经走过的地方，和朋友们嬉笑打闹着，青春在激荡。夜里的蛙鸣和着伙伴们的浅声低唱，所以请你相信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你会按时长大成人，会慢慢变老的。生命的每一个过程都会充满乐趣。来自世界的恶意，你的音乐播放。一小秒距，如果现在你迷失。
给你，没有勇气没有关系，我一直陪你的。来自世界的恶意。LXY 是谁啊？这歌我不会的，可以试一试。想想上天送给我独一无二的闯荡，偏要我穷极平凡拥有迷惘。很不会。天上，别问我想去哪儿。算了，不会这首，不会这首。哎。试一下书院来信的，谢谢荧光棒。你听过书院来信吗？没有听的话，很推荐听一听，在 B 站就有。一定要去 B 站看舞台版。我很想念你们爸妈，这封来信见字如面，备受老师们的关心，如今才能道出我的思念。关上了学院风景，这里很好，别再为我担心，在这里我们谈古筝，念书法还有念经，小心别被蚊虫叮咬。我的身上全部红了，每天一直学到清早，都是声音格外洪亮，我的歌声清唱，刚才有妈妈做的味道，以前老师们的用心，从现在开始我会更加听话。你的陶瓷杯扪心自问，我过去不该向你们跪，每当我道歉或者是抱怨，天亮了也会像个男子汉擦干我脸上的泪水。都别哭，别像个懦夫，明明我每天都很幸福，像活在天堂。他从我心里尊敬我的老师，他真的很忙，我上次被他辅导，感到他腰带很长。妈妈，我会变得比我从前更加听话，快点注意到我最近身上的变化，来不及去预料拨通你们电话，就让我来成为你们最满意的骄傲，就让我来跪下，这是我学会的孝道。我会听话，我会长大，就让我回家吧。如果你们爱我，就从头看一遍吧。不会，听过很多遍，但是没学过。那一天我开始就跟安全射线走远，没有死角。这里偶尔也会有些同学反抗叛逆，理由总是找人或者戒不掉的网瘾。我想做个乖孩子，对吗？让你们都放心，不敢打去砸碎玻璃制品。藏着盐水，想要每天放学之后感到浪漫下回。活动时间很多，可是作业不算很少。而且这些希望你们放心，我真的过得很好。妈妈，我会变得比我从前更加听话。妈妈，我会变得比我从前更加听话。这个其实很难。来不及去预料拨通你们电话，就让我来成为你们最满意的骄傲，就让我来跪下，这是我学会的孝道。我会听话，我会长大，就让我回家吧。如果你们爱我，就从头看一遍吧。快乐总是被留在我和身边同伴，每天星光会成一道无所帮的图案，让我感到幸福，是老师把我喊去。我得到一些零花钱，那是他给的奖励。解法不做太多的数学题，我有点不会同意大团圆的烂结局。是谁在不写？好像现在我也学会如何去孝敬长辈。妈妈，你交来的学费，看来没被我浪费。这首歌其实很舞台，就是它不是那种很适合live house 那种唱出来的感觉。爸
爸爸我会变得比我从前更加听话，爸爸我会变得比我从前更加听话，别想出一条我自己身上的变化，来不及去预料，我不懂你们电话，就让我来成为你们最满意的骄傲，我会努力跪下，这是我学会的孝道，了解这些希望你们能够放心微笑，如果你们爱我就从头看一遍吧。哦，我好喜欢他这个，但是这个词的藏头诗，唱个歌吧，感觉没什么 rap 了。看一下这个热门。我现在舌上都是蒜味。我刚刚就是捏鸡肉的时候用了好多蒜，哎呀。哎呀，我的鸡肉可能差不多好了。那怎么又接触不了？哎，我这边接触不了，你们那边会听到吗？就是会听到滋滋的声音吗？听得到啊。我就只有三个鸡腿，所以就只做三根鸡腿。嗯，再唱个抒情曲吧，然后我就下播了，我就下播啦。就下播去做饭，让他多念一会儿。我起床那会儿没觉得热，没觉得饿，我现在觉得饿了。这歌怎么搜不到啊？哎，都伴奏。那就放一个 live 版。接下来这首歌呢 ？live 版。你们应该会比刚刚那首歌再熟一点。这个如果说不会唱的话，会有点说不过去，所以这首歌可以大声唱。给肌肉也听音乐。对哈，大声唱好不好？这首歌你们都会唱。小情歌，小倩，我一起唱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你们刚有唱吗？再大声一点行不行啊？再大声一点行不行？可以哈。来喽，我要听到全场的声音。三四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。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，青春在风中飘着。
就算答应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小姑娘，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到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。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。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，琴声在风中飘着。你知道，就算答应让座城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小姑娘，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包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到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。你知道，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到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城堡。freestyle 哎，大城堡。嗯，好了，我去做肌肉了。看到国中同学了啦。看到还没睡的人了啦，哎，不过现在还早呢。谢谢。好的，走啦。这是说唱吗？不要TT。共同我做起。晚点见。我先走了。